打乱的全世界的产业跟步骤。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全世界也有机会开始看到台湾。所有台湾的厂商参加了金品奖的产业或是产品的形象或是它的价值，它纯粹就从国际的这个角度或世界级的角度加以认可。台湾金品奖在过去已经产生这个效应了。就厂商跟我讲，他说他靠着线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说有没有台湾金品的 endorse 差别就很大了。像我在做研发，台湾金品对企业的帮助，很多企业他很想得到台湾金品奖，他们觉得一个荣耀，可以对客户行销更有帮助啊。Sky is the limit， 事实上是没有极限的，它还可以更好，还可以更好。重点就是 excellence。例えばパソコンで言うならば、もう本当に断トツに日本はもうずっと遅れを取ってしまって、日本はとても及ばないなという感じであります。The ability of Taiwanese companies to produce and manufactur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pandemic is outstanding. Taiwanese excellence, innovation and value, inner value.Gets my thumb up every day。这三十年来，一直持续的保持世界的视野，我们默默的，也勇敢的研发创造，各种的产品，与市场连接在一起。